想去吃一家我一直想吃的拉面店。纠正一下，那就是一家方便面店。公主说要吃就去吃，店里周末都没顾客呢。公主选面选了5分钟，最后选了一种很常见的。这边可以加料，但是每选一次料就要付一次钱啊。老板说我从冰箱拿吧，他也意识到这样很麻烦。公主独立完成拆泡面。这个我会做。四分20秒煮好，加芝士，可以吃了。怎么连个桌子的地方都没有？我能叫它桌子吗？站着吃吧，嫌它低了。跪着吃吧，腿累。公主怕桌吃。哇，和家里煮的一样的。水煮蛋里边是凉的。我现在知道为啥他这个店里边一个人都没有了。花了多少钱这一碗？10.49块。在超市买一袋没有多少钱？一袋就是1.4块，加上点 cheese， 加上点鸡蛋，这个商家含泪赚了我8块钱。我建议大家呢，要是想吃的话，赶紧来吃，因为我觉得这家店应该撑不过今年了。不，想吃不要来吃。你说我这大周末的，开个1个小时车跑到当趟来，就吃个这，什么？哎西西吧。